你好，今天这期呢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国超市干饭系列。他不想干饭，想干猫饭。我们今天要去的这家超市呢，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呼声最高的 Costco。Costco 呢，作为美国最知名的会员超市，在美国呢，无论是名气还是人气，都会比山姆超市要更旺一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一向呢是以量大且便宜著称。刚刚呢，摄像师跟我说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可能$15就能吃饱。我觉得可能10块钱就能吃饱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就冲着$15去，看看到底呢，能不能把我跟摄像师两个人喂饱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边呢是 Costco 的熟食区，他们这儿的熟食区呢，相对来说品种会比较丰富一点。这虾来一个，虾不错，你看，这个是鸡尾虾，我是14.2块。这也太贵了，这还贵啊！你不是准备15块钱之内吃饱吗？哦，是啊，我忘了，我们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这真的天价了。算了，残忍的把它放下。烤鸡类啊，就有三大类，一个是烤鸡，一个是烤鸡腿，还有一个是烤排骨，拿一个烤鸡腿吧。8.06块，来的 Costco 呢，你一定要买的就是他们家的烤鸡，所以咱们也来盒烤鸡吧。号称十几年没有涨价的烤鸡，这么大一口，哇塞，巨重，只卖4.99块。那感觉这盒烤鸡可比这盒烤鸡腿要划算。烤鸡跟烤鸡腿，你选一个。吃烤鸡腿。8块多。这样的话，你只剩下7块钱预算了，试试吧，差不多可能。来，这个三文鱼啊，这个可能不行。这个是1.99一磅，这一盒得24.82块。哎呀，这个残忍的放下有点。Hi. What's that? It's maple syrup. That's good. Dumplings, 饺子。哎呦，有模有样。这个是 cherry danish， 你看这里面的果酱，天哪，看着都发腻。对我这种 vegetarian 的人来说，真的是要命。你爱吃吗？对不对？给你买一盒。这个也是 danish， 然后呢，它是两个不同的口味，而且它必须得两盒起卖，一盒不卖，来两盒。这个多少钱呀？7.99。这个目前呢，在国内很火的 smarkers 果酱呢，在这儿卖8.49块。腰果38盎司的是8.99，3磅的开心果是5.99，这个是代糖，最近也很火。但最近我吃代糖吃的比较多，就吃它的话呢，真的不容易胖。Tastes like sugar， 和糖的口感是一样的，20.99。啊，这些是干果 ，blueberry， 绿色的 organic， 蓝莓，10.99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买这些美国本土的特色零食呢，现在可以直接在淘宝全球购买，非常的方便。视频的最后呢，啾啾来教你们怎么在淘宝全球购下单。这个呢是他们室外的一个熟食区 ，Costco 专门用来服务他们的会员的。一杯可乐再加上一个热狗才1.5。这个披萨呢是1.99一个 slice。那个什么。哦，所有东西都拿到了。这一份鸡腿呢是8.06，两份甜点呢是9.99。我们拿的时候拿错了，我以为是7.99。买了一份披萨，摄像师还买了一份热狗，全部买下来差不多花了$20左右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看，是不是烤的还不错？脱骨效果满分了，看到那鸡皮烤的，非常的酥脆烤。来，我帮他先褪去他的外衣。吃这种烤鸡呢，鸡皮真的是精髓。哇，还蛮爽的，这种下雨天吃这个鸡腿，热乎的鸡腿还蛮爽的。第二条。来，你尝尝。好，这是你的热狗，你的热狗跟鸡腿一起奉献给你，中间什么也没放。走，跟着我走，我就带你去打点料。来，你要什么？我都要。好了好了，够了。哎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哎，这不要这不要。这不要，你不要都要吗？哈。哎。我要吃的话，我那边还有，那就买一个。看我，不要
看我，我没化妆。你是希望大家给你点赞吗？那点赞过十万，下期能出镜吗？好。披萨来一口啊，这披萨1.99块。Pepperoni， 意式香肠。Costco 的东西啊，品质确实是有保障。我们吃下来吃了这么多超市，我觉得 Costco 的东西是最稳定的，不管他们的鸡腿也好，还是他们的披萨也好，发挥都非常的稳健。披萨最后这点饼呢，这一圈呢，就是啾啾最爱的，特别的脆。有多少人跟啾啾一样喜欢吃披萨最后的这一圈饼的？举个手看看。再看看甜点啊，哇塞，上面是一层樱桃酱，然后旁边是一圈奶油，下面是一整个的面包。嗯，甜吗？那你不说甜的话，我都忘了我这个人不爱吃甜点。你随机的。我是不怎么爱吃甜点的。嗯，是那种酥脆的中空的结构。这个甜点呢，就算是我这种不爱吃甜点的人都觉得还不错。那你懂了吧？果酱的部分它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口感，所以你当你吃到果酱的时候，甚至还有一点解腻，不错，好吃。这盒的口味呢是 almond 口味的，来你一半我一半。它这些杏仁口味的也不错，没有那么腻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做早点。怎么了？然后看这个粉嘛，飘一飘。好，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们来对 Costco 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他们所卖的东西呢，真是量又大，质量又好，而且呢，价钱呢也没有非常的贵。但是他们家的会员卡会费呢，最便宜60，最贵的110。那如果你在没有会员卡的情况下，是不能够购买。那基于他们家的食物呢量这么大，如果你家没有3-4口人的话，其实呢，这样的超市也未必真的适合。咱们刚刚在逛 Costco 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些国外的零食，大家一定好奇，我们在国内究竟要怎么买到呢？打开淘宝，搜索全球青年集市，除了各种海外零食，还有潮玩手办、美妆护肤、潮人穿搭等8个青年集市，全部海外食材。通过淘宝全球购呢，大部分的海外洋货你都可以轻松入手。淘宝全球购主要是通过境外的全球购买手，帮助国内的消费者买到海外最新最优的货品，各种货品都有。对于在国内的小伙伴来说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再来看我们刚刚买到的这一款果酱在淘宝全球购上什么情况？搜索 Smuckers Strawberry 果酱，免运费送到家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款 Splenda 的代糖，不光光的能够从美国直邮，还能挑选到加拿大的货品，真的是货比三家。总的来说，不出门，坐在家里就可以逛遍世界的美食和好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小伙伴们不妨按照我的方法自己体验一下淘宝全球购，感受一下坐在家里就能直接购买海外零食带来的快乐吧。